上人都是三四十年了，最小的大概六十岁，最大的大概九十七岁，所以在这中间呢，啊，真的是师徒之缘哦，这个啊，这个偶像也是难以言喻的。真欢喜，虽然啦，时间在咧过，虽然呢，咱年纪会老，同款，说好到饭卡，你嘛到碗拿，或者是什么人到饭卡，啊，我嘛是到碗拿，咱吼永远啦，总是呢，迄个心啦，拢是连在一起吼，啊，总是。咱拢爱清楚，因为恁拢是有学佛的人，师父呢对恁啦，拢甲恁带一个到入菩萨道，无互恁伫外面吼徘徊。总是呢，恁的时间用得真扎实，咱用得真实啊，生命吼无浪费。师父最近吼一直对家己讲。真有价值啦啦！对我家己讲，我这世人真有价值啦。啊，我的价值伫倒？价值伫吼姻缘，遮尔多缘吼，安尼来甲师父夹在一起。啊，你若都爱把握姻缘，我是某某人，我听师父安尼讲，我甲大家人分享。哇，这个分享真好，赶快呢连线。这个菩萨游戏人间，每一个家庭都有无同的环境，每一个人呐、啊、所分享的迄、那个心得，有欢喜，有快乐，有悲苦，呐有病痛。用什么款的方法克服咱的病辛苦病痛？最后也是一个法去转移。华人医院盖好了以后，董事长叫我说：“你要当那个医疗职工干事。”我说：“好了，可以啊，我什么都可以做啊。”这个带队到了医院来之后，过定点。病例组啊，没有人要去，我去了，没有关系了。那个我们台北医院开始开业的时候，就叫我到那个台北医院去做，到了今天来啊，耳朵听不到。你们大家在讲，我坐在这个地方听啊，但是有听的声音啊，不晓得里面讲的什么东西。这很伤脑筋的，所以说我做病例组，他说别的干部我都不敢去啊，因为要讲啊，讲说你要到哪里到哪里，我听不到的，没办法。那在病例组，我不要人家讲，拿那个资料给我，而且有什么东西给我，我都自己就可以做了。所以到现在为止啊，还有经常还是到病例组去做病例的，专科为乐。这嘛是恁的法，咱的法，安尼呢已经普及全球。这叫做教育，所以讲方法立身，这个是恁嘛的方法啦。把咱生命中的法渡过了那边有困难，因为咱的故事可以有路用。这呢叫做用法度，法去度，可以转一个心念，无定着。伊现在伫生死边缘，嘛有听着讲，哦，阮都想讲吼，要来去跳楼啦，要来去从啥？一个心念一转，还可以有很多的力量去做菩萨。我在美国。住了三十年，回来之后呢，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，我管东管西，所以就有冲突。我听上人的话，要往好的地方去想，要
广结善缘，心里要开阔，哦，我都听进去了，我就这样子每天就很开心的在做环保。后来我们东区有那个长照，那我也到长照来，长照说可以种无田啊，哦，我说可以种无田，也是在做运动啊，哦，在大厅拖地扫地，哎，也是很快乐。外面擦窗子，哎，这样也是在拉筋，所以我变成越来越健康。哦，感谢上人有这个机会，让我们老人也能活动，也能做事情，哇，那我就每天笑嘻嘻的。所以咱来把握生命，咱的生命呢真有价值，所以师父家己认为我真有价值。其实呢，恁无输我，每一个啦，为咱的台湾做偌济代志，都只伫咧听。其实呢，一个委员拢真多真多的会员，可见呐，然后净化人心。你接引一个。不是为着钱哦，你去甲看无偌济钱。我当初吼，我拢唔捌师傅，唔捌上人啦，啥物拢捌啦。过来师姐吼，啊，就摕一块录音带互我听，啊，音也袂够。我一天想的讲，啊，我食饱用用的，煮饭、洗菜、买衫，安尼做只家庭事。我咧想讲，欸，我嘛会当吼，即做好事呢，我嘛会当来斗招安尼啦吼，啊，阮。过来师姐来个，佮收钱，我讲师姐，我来到收钱好无？伊讲好啊，哦啊，足欢喜哦，看到人就招，看到人就招，人拢哦，哦啊，你遮好啊，无啊，捐一千吼、哦，我就找伊九百，啊捐五百，我就佮找伊四百。伊讲啊，你毋是讲足好，我要捐一千，我讲人迄个师傅吼，讲一百就好啊，一百就通参加会员。我外公的拢袂晓人摕钱，我拢佮找人。总是呢，很真正的真诚啦，实在啦，嘛会予人感动啊！我都要出一千，啊，恁来阁找我九百，吼、哦！啊，阮师父讲一百都好，嘛实在吼、哦，真无简单啊。不过呢，你应该甲伊祝福讲，这一千哦，啊，你厝内底偌济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拢予伊了解咱住者。师父上爱呢，咱这当阵，咱的责任，咱的使命啊，就是啊，弘法利生。啊，要安怎弘法呢？弘法就是互人知，什么叫做佛法？恁听师父的话，其实呢是听无多，但是呢，恁要去甲恁的会员讲话，师父的一句啦。看文字一句，恁会当讲真济。同样的道理，我看佛经一句，我会当呢分析真济。所以拢总是大家人拢有这个心，这个心呢都是包含虚空法界。佛陀是安尼，我是安尼，恁也是安尼。人人呐、啊，迄、那个心识啊，心的意识啊。看不到，但是呢，那个量能很大，量能很大。你的心中呢，也有一支蜡烛，这支蜡烛来点过去，人人的心性，只要你心开意解啦，你这支烛就已经点亮起来。别人从伫你这个所在引过去，伊的心内。也是同款亮起来了，各位菩萨啊，真正人人可成菩萨。佛陀为一大师来人间教菩萨法，啊，我呢就是被佛陀的法所教化来。那我现在就是把这支烛佮继续给大家啦，大家人去点，大家人佮去传灯。把这支蜡烛传出去，所以吼、哦，
万顶一顶亮啦，万顶亮吼，这就是咱《法华经》伫人间教菩萨法，所以叫大家人拢嘛叫菩萨啦，觉有情。迷茫的时叫做凡夫，哦，了解啦叫做觉悟。佛法咧讲觉悟啦，就是了解，了解啦，这叫做觉有情。觉悟了后，你这个情爱扭落来，扭乎大家人。安尼人间吼，就是水的人间，叫做光明。两类的人间呐。